小姐你準備好未啊？想問翻你，你參加完呢個國際萬人賽，有啲咩感受呢？首先我要多謝家人的支持啦，同埋多謝我男朋友。如果唔係佢，我都即係都跑唔到呢個比賽。喺我未失明之前，其實我好中意跑步。好耐冇见喎！你仲约我出嚟做咩啊？我都已经睇唔到嘢啦，唔使再约出嚟跑步啦。唔系噶，你会咩？唔系啊！你而家知有咩感受咩？当一样嘢，你中意咗好耐，你一直努力系咁去追求，就算几辛苦，你都一定要挨过。但系一个意外，搞到你之前所有努力全部摧毁晒，就算以后再努力都唔会再达到，咁我仲有咩意义啊？盲咗今日又点啊？眼中代表冇晒希望，虽然你已经可能睇唔到呢个世界，但呢个世界嘅人仍然会见到你努力噶，信我啦，你一定会再有机会噶。咁多位早晨啊，欢迎大家收听我哋嘅运动世界。嗱，启德体育园咧就落成在即啦，有好多好多嘅设施咧都达到呢一个国际级嘅水平噶。咁所以咧，我哋今日咧就请到项目发展主任上嚟倾下偈，佢哋去了解一下我哋呢个启德体育园有啲乜嘢系会即将举办啊，或者有咩设施去俾大家玩下。啊，主任你好啦，咁我想问一下，其实嚟紧启德体育园会有咩活动举办咁嘅咧？咁其实我哋启德体育城咧系会举办多项嘅国际性赛事啦。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即将会搞的万人赛跑，我们是会邀请世界各地的朋友一起去参加。破力